So Happy 有我昆頓，繼續有 Joyce 鄭欣宜。So Happy 大家好啊，你好啊 ，Hi 昆頓，係啦，咁啊呢杯 Prison Food 嘅特飲好好飲，亦都希望你嘅公司 Prison Food 呢個 music label 做出嚟嘅所有 product 咧都係咁正嘅。多謝，Thank you。聽咗第一個 product 啦，你有新歌啦，係啊，見到呢個歌名咧，我第一時間咧係用國語讀嘅，唔知點解。佢好似好台灣咁樣，係啦，同埋因為係一句句子，咁你好少學廣東話係會用一句句子。去做一個歌名咁樣嘅，咁啊誒，請你讀一次先啦。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？其實誒係咯，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？係問號，係啦。咁呢首歌係由我嘅真係由細玩到大嘅一個朋友去作曲噶啦 ，Leslie， 好 talented 嘅姜麗文 Leslie。咁跟住詞係我自己自欣賞嘅阿 YY 寫嘅啦，咁跟住何山係我哋今次呢首歌嘅監製，都係我自從做女神之後成為咗好兄弟嘅一個人。嗯，何山就編曲監製啦，跟住 YY 詞啦。今次見到呢首歌或聽到呢首歌嘅時候，我聽咦？呢、這個欣兒都有驚喜喎，即係點解咧？呢堆歌如果擺喺俾你以前去演繹，即係唔係呢堆呢首歌擺喺俾你以前去演繹嘅話咧，個曲風應該重好多噶嘛。嗯，即係嗰個情緒表達會唔同好多嘅。多謝。咁而家呢個咧，咦，成熟啲去處理喎，好似細膩啲咯。我都我自己錄都有驚喜嘅，因為其實呢首歌係。我覺得好難唱，因為佢有好多 repeat 嘅嘢，重複嘅嘢。咁原來你重複嘅嘢同埋佢由低去到高，由低去到高咁樣 repeat 幾次嘅話咧，好容易好 pitchy。咁我諗以前嘅我會好用精神去令到佢好 perfect 咯，而唔係今次我係真係想用。一個講故事的方法去講多啲咯，係啊，即係情緒出發而唔關情事啦。I think so. Yeah. 因為呢首歌份詞，我嘅理解係，我係要我理解，即係我拆解咗之後，我錄音室去錄之前，我就要去選擇我要以乜嘢嘅角色去唱呢首歌。咁我就會以一個癲婆嘅角色去唱咯，好癲咩喂？少少噶，但呢首歌個歌詞即係嗰種笑住先，我唔愛你咩？我對你唔好咩？我究竟邊一樣嘢做得唔啱啊？即係嗰種咧，好恐怖啊！其實有少少，即係個女士或者乜任何人啦，分手嗰下歇斯底里。去到好 desperate 嘅，問對方，問自己發生咩事？點解我對你唔夠好咩？我做有咩做錯？或者我知道，我知道係呢幾樣嘢我做得唔好，但係究竟係邊一樣令到你離開咧？其實究竟係邊一樣嘢令到你開始唔愛我咧？但係你拆解到歸根究底，其實冇作用嘅喎，亦都係。係噶，係噶。咁你收呢份詞，或者我 Y 俾呢份詞你，關唔關你本人事嘅咧？其實我都覺得份詞關我事嘅，因為我係一個我有少少變態嘅，即係我由我記得我同你做無表面傷痕個訪問，即係女神演女神有問題演唱會，做訪問啊、但係有做演唱會嘅訪問啊嘛，冇啊，冇啊，我覺得冇訪問做，我覺得係你做訪問嘅時候我見到你，係係啦。咁我嗰陣時都有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嘅癖好啦，就係朋友們佢哋會話俾我聽話，你好變態，因為你好中意挖開自己個傷口去睇。咁我再深層一啲去了解自己嘅時候，我發現我唔係挖開個傷口睇，只不過係我覺得個傷口喺度，我永遠唔搣呢塊膠布，佢永遠焗住唔會好啫。咁所以我係一個發生咩事都好，我都會鍾意諗返嗰件事，或者去查返嗰件事，或者去問返嗰件事究竟個問題出現喺邊度。咁原來我對愛情都會有咁樣咯。
我不相信有後悔這兩個字的。咁所以我會希望每一樣嘢發生喺我身上，即使好與唔好，都係變成一個學習嘅經驗。嗯。咁所以就算拍拖，我都覺得係，哦，咁即係話呢個未係我老公啦，但係 for 我真係揾到我老公嘅時候，我要由呢一段感情度學習點樣去對我將來嘅老公好啲咯。嗯。咁樣咯。就係每一個學習嘅過程喺度啦。所以我是都會似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分我得入邊的那個女仔咯，係即係揾翻個原因，喂究竟我衰啲咩啊？係咯，係啊，即係有時可能知道都知道自己衰噶啦，即係可能誒係、哎、我成日遲到，係、哎、我成日發脾氣，係、yeah. 係我係咁嘅，咁但係係咪咁就死得㗎啦咁咯？係咯，咁但係原來啊積積埋埋又可能係死因嚟嘅喎，係咯，咁就識得改啦，跟住自己就不要說改啦，我不喜歡用改變這個字，因為我覺得成長會好一點的。嗯。當我自私，太自私，站在射燈下，我未來那地圖裡會提你嗎？忘掉你快樂嗎？喂，咁 Wyman 今次繼續幫你寫歌詞嘅時候，你即之前就話會同佢傾下偈先啦。係啊，今次有冇噶？其實我同佢傾偈，但係傾咗其他嘢咯。跟住佢就無啦啦問我：你想唔想知道你首新歌我會寫咩話題？我梗係想知啦。跟住佢係好簡單，佢用咗一個比喻，就係 The last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's back。就是最後一根稻草去令到個駱駝斷背啊！嗯，即係唔係斷，即係砸死佢，唔係斷背山，但係即係砸死咗佢。咁所以我覺得好聰明嘅，用呢一個 metaphor。嗯，我亦都有少少擔心嘅，因為初阿 Y 佢話我仲未諗到個歌名係乜嘢。我話冇理由係駱駝㗎，我係啊，冇理由㗎，冇理由，真係冇理由嘅，冇理由嘅，我即刻和應，因為駱駝都幾分裂，好似係一個香煙嘅品牌嚟㗎嘛，仲要係以前啊，咁冇理由咁㗎嘛，即係由女神變駱駝，駱駝好聽喎。因為女神之後，我的 fans 係會整女神的燈牌啊，跟住行街會有人嗌女神咁樣，咁如果出首歌叫駱駝，會唔會行下街喂駱駝咁樣？都幾搞笑啊呢件事。咁後屘呢個歌名點得出嚟嘅咧？都係我 Y 諗出嚟，但我好中意咯，雖然好長，12個字咯，好難記喎、啊、大家，即係會啊諗我即。所以我想即出嚟做講嘅之前，我仲要睇多次啦。跟住我諗緊，啊究竟有冇個理字嘅咧？有有。呢個的字係的定係了咧？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講我的？係啦。嗯。咁仲有啲咩歌係咁長噶？原來你什麼都不要。唔夠啊！仲、有咩？唔係你最長嗰只你就挑戰唔到噶啦。邊首啊？咩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仲會整得出？啊！是不是這樣的夜晚？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，的想起我唔得，唔得，我輸咗，係啊，嗯，我好中意啊，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嘅歌名一睇佢就已經會，咦，有啲嘢喎咁樣，係一個 story 嚟㗎啦，知唔知道？係啊，同埋我諗每一個人只要經歷過被分手咧。都會一定有出現過呢一個問號喺自己個腦海入邊，所以我覺得係好 relatable 咯呢件事，係、嗯、啊，咁我亦都好中意嘅就係佢個反差好大啊同女神，因為女神係我唱嘅時候我係要將自己好似我 diva 咁樣去唱啦。但是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，是要將自己縮到很小、很軟弱，真的差一線就發癲的那種情緒去唱。我很記得我第一天
錄呢一首歌嘅時候，我真係跪咗喺地下度喊咯。跟住監製亦都擋住兩泡眼淚。嗯。Which 我估唔到嘅，因為佢係男仔學生，即係作為一個男仔，我估唔到佢好硬正噶嘛。係啊，我估即係佢同埋唔止硬正，仲要係樣嘢都可以好分裂咁樣過咗噶嘛。我估唔到會可以咁 touch 到男性咯都。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呢首歌可以令到大家會有共鳴咯。因為聽首歌嘅時候，你聽到個情緒慢慢去遞進，跟住不斷去反問自己好多問題， yeah. 即係等於啊，我見到個歌名之後，我知佢係會係一個 story。我哋揭開唔同嘅章節，慢慢睇逐個章節。如果佢如果問緊啲乜嘢咧，佢衰啲乜嘢咧，慢慢逐步去揭開嘅時候，其實嗰個張力係好夠嘅。係啊，同埋我好欣賞何生佢今次處理個 arrangement 啊，佢係非一般嘅 canto pop 嘅 arrangement 咯，即係我覺得。令到嗰、那個你頭先講嗰個 build up 咧更加明顯咯，係、啊，咁同埋件事會 dark 啲咯 ，so 好好中意，自己亦都未試過 handle 咁樣嘅歌，再加上我真係覺得好美妙嘅一件事，就係、是、我同姜麗文真係由細玩到大，以前讀中學嘅時候係每個禮拜日都要約埋一齊去打 badminton。跟住之後就指定動作去吃 cheese ramen， 是這個 project it's been waiting to happen， 是啊，所以很開心，亦都很替他開心啦，因為都知道他今年會出翻歌，自己的歌，是啊，咁都很期待，yeah。其實我睇即係聽到收到呢首歌的時候咧，咁啊睇完份歌詞啦，跟住我諗緊，咦，係咪無表面傷痕嘅？續集係啦，我唔希望咁樣諗，因為我覺得呢首歌撇除我個 melody 同埋份詞同埋個 arrangement 係一首佳作嚟嘅、我希望可以以一個獨立個體的一首歌去望佢咯。即係你唔想將首歌賦予一個身份，就是可能加你自己的個人情緒在裏面去包呢個故事。即係無表面傷痕就當明係自己㗎啦。係啊。呢首唔想，呢首係我接咗個咁嘅故仔翻嚟，我負責唱好佢。Yeah. 大家去 taste 呢件事啦。我諗，因為我覺得無表面傷痕呢個 project 係好自私嘅個 project 嚟嘅。因為無表面傷痕，我真係純粹自己有啲問題未能夠處理到，我去好需要去做一首歌去幫自己去平復自己嘅心情，可以去埋翻呢個傷口。但係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？係一個我已經完咗啦嗰件事。已經是 get over 了很久了，因為真的很奇怪地做完無表面傷痕之後呢是好翻的那天，但是當我收到這首歌自己聽的時候，我又會有眼淚，我望著份詞的時候又會有眼淚，我錄的時候自己又會崩潰跪在地上哭，那我覺得這首歌是有一個力量在一邊的，咁希望大家即係雖然佢係一首慘嘅歌，我唔係想話希望大家可以聽完之後一樣咁慘，但希望如果你聽到之後聽完，你會能夠釋放到咯。崩潰完啦，跟住咪記低起身咯。係啦，係啦，同埋我覺得喺 K 房都好長嘅呢首，因為佢真係好。但係我成日覺得咧，如果佢真係處於嗰個狀態咧，呢首歌佢處理唔到啊！即係前邊嗰啲咁靜嘅嘢咧，佢冇辦法去到啊！可能係一去就跳去 second chorus 開始啦。Yeah， 俾佢嗌。我都幾得意嘅就係呢首歌係我喺好攰、好攰嘅情況底下去錄嘅。咁反而有好好嘅，我幾中意呢個效果咯。尤其是你喺啲 verse 入邊，第一個 verse 你會聽得最清楚，係。嗰啲即係點啊？自己可能喺屋企病埋喺 sofa， 熄曬燈，一泡眼淚，跟、yeah. 住自己喺度攬住個 cushion 喺度唔知做咩嗰啲。同埋我覺得呢首歌係要戴住耳機聽嘅，
佢戴耳機聽同就咁 speaker 播或者電腦播係唔同感覺噶，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真係會中意。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？會唔會太長啊？嗰個我每次聽你講都覺得好像有啲辛苦咁，真係好似。唔係 OK 喎，我而家順咗啦。你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？冇啊，冇呢件事出現過，從來都咁愛你。Thank you。喂，咁啊，而家有自己呢部啦，亦都有新歌出咗啦。係。嚟緊落去當然會有一個好好嘅 planning 喺度㗎啦，係咪咧？嗯，唔錯，但係都唔講得。對唔住啊，咁真係未講得啊嘛。好重要。講得就冇驚喜㗎啦。係，咁又係嘅。但係今年係唔止呢首歌㗎嘛，應該。又講得住啊！到時睇下點啦。哦，好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唔會唔中意過，一定可以 follow up 嘅。嗯，咁跟住就一路做嘢啦。頭先聽你話可能接戲拍啦。係啊。咁跟住就我又唔知幾時再見你㗎啦。其實我好對唔住我嘅樂迷嘅，今年隔咗咁耐先至出歌，我係覺得非常之內疚同埋。個心是很不安的，那沒辦法，你要籌備自己這部，這件事真的不易做的嘛，是的，所以我也都覺得幸好這首歌是我自己真的覺得 good 的一隻東西、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怎樣面對我的樂迷，是的，很多謝你們的 patience， 怎麼說啊，死了，耐性，耐性，很多謝你們的耐性，好的東西是值得等待的。但是現在真的自己label的時候，做歌的題材、取向，甚至你找音樂班底，是不是都自己作主的了？是啊，那其實一他都不嬲很給這個自由空間給我的，那我也很多謝他，因為好像我改呢個 label 名一樣咯，即係我真心覺得有 passion 喺我個 project 入邊先至會係好嘅。嗯。咁所以都好多謝佢去放手俾我做咯。Yeah。咁就好啦，大家就可以聽到更加多真嘅鄭欣宜啊！即係係啊，你而家即近幾年表現出嚟嗰個你自己咧，係更加大水服力噶嘛。啊！多謝你啊！等啦，唔好啦，我驚你又喊啊！我唔喊，但系我唔識點樣反應啊！咁唔識反應唔緊要嘅，咁就繼續做多啲好歌俾我哋聽就得噶啦。好啊，多謝。咁啊，下次再出歌再傾偈噶咯噃。好 ，thank you， 多謝 ，thank you so much。